爱美是人的天性，那既然来我们店里就是要跟他感觉是美美的，所以我的颜色都非常抢眼，跟一般的店面都不同，黄色啦，桃色啦，还有很多那个辣椒红的啦，酒红的，可是都是很漂亮，而且都是抢眼的，所以让他们很比较快乐的感觉。以前我们的经济状况不是说觉得很好，阿姨女生工，我爸爸都是要去做矿工，有赚钱，有赚钱靠饲一个囝，女生都无工课通做嘛，所以就想在家里顾小孩子。我兴趣也是喜欢做美发的，好，我有从小就是去学，跟新店的表嫂也去学。因为我们爸爸妈妈都需要爱我来探亲，阿哥爱我来陪伴阿姨，然后就是做了18岁我就回来开店了。回来的是从一个很也是一样的小小间的美容院住在现在已经30几年了啦。来我们店的说，因为在他们家他一开一年而已，独居老人都在，所以大家都会来我们店的开讲啊，喝下午茶，喝咖啡啊，还有一些那个饼干啊，可以请老人，请小朋友啊，糖啊饼啊，他们就是觉得很高兴的啦，对吧？我们店的整群人，不一定会做他们啊，非常好啊，这是我的感觉。那没有关系，我这边要快乐一点，知道吗？我外公应该蛮带阿妈去玩，对不对？哦，去耍嘛，我阿妈会行，我带伊阿妈去行，吼，去游览。咱讲正经的，因为这个所在啊，一挂老伙仔嘛拢会转去嘛，吼，啊，佮有一挂人拢会搬出去嘛，吼，所以伊的所在也愈来愈较无人，剩一挂老伙仔，少年拢伫外口啊。30几年啊，嘛拢无走，嘛拢伫遮做我做安尼。有个人就讲，我即马用好，有一天我也老，要安那？我讲无要紧啊，你一天你也老，我嘛在去你到你服务啊。因为随着年纪啊，随着成长啊，他们就是会都老化了啦，就是伊心态就较无同款啦。吼，所以我们要把他带通出来，让他们多快乐一点。说啊，我们今天来换个不同的造型哦，我们来尝试看看，我一定给你非常漂亮的。我们要修一点就好了哦，因为有到年纪的话，你就跟小朋友一样，你要让他们开心，你不能强制说硬要他们怎么样，然后让他们顺着他们。那你觉得这是如果觉得怎么样，我们下回再更不同的造型这样子。这个漂亮的呀、啊。你在家，你爱，你去服务别人，别人看到你足欢喜的，吼，你足欢喜，你爱让人家开心，对不对？你见人家开心，你就是爱家爱先开心，就是这样子。可能是我感受我的影响啦，可能是这样。